就算再喜歡第二個女人，都是因為我這個老婆夠癡線夠變態，是我親手送你出去出軌的，就算多折墮都是我自己拿來的，是不是這樣？那件事一早完了，是你說想 move on， 是你說想重新來過，其實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原諒過我。